第三课，买生日礼物。对话一：明天是尤美的生日，我想送她一个礼物。你想送她什么？尤美爱看书，我想送她两本中文书。你呢？我想买一些花。 和一个大蛋糕，我们一起去买，好不好？好啊。生词一，买。你今天要买什么？二，礼物。我要去买礼物。 三想，我想喝珍珠奶茶。四送，明天是妈妈的生日，你想送她什么礼物？五个，我有一个英国朋友。 六看七书，他很喜欢看书。八两九本十中文英文。 我想买两本中文书，一本英文书。十一，一些。我有一些中文书。十二，花，朵。我送妈妈一朵花。十三。 和汉，他送我花和一本书。他送我花和一本书。十四，大小，十五，蛋糕。我要买大蛋糕。 不要买小蛋糕，蛋，我要买蛋，十六，一起，昨天我们一起去图书馆，十七，啊，好啊，我们一起吃蛋糕。 语法，语法一，一个蛋糕，两本书，几朵花。一，你有几个台湾朋友？我有三个台湾朋友。二。 你有几本中文书？我有五本中文书。三。你们有几个新同学？我们有两个新同学。语法二。送。妈妈送我一个礼物。 我想送他花。一，你想送妈妈什么？我想送她花。二，你要送谁蛋糕？我要送老师蛋糕。三，你想送他什么礼物？ 我想送他一本中文书。对话二：这种小铅笔怎么样？很可爱。尤美喜欢可爱的东西。我们买两只好不好？两只五十块钱。五十块钱很便宜。 你看哪个颜色漂亮？红色、白色都好看。我想由美喜欢白色，她常常穿白色的衣服。好，我们买白的。生词一。 这、这、那、那，我要买这本书，不要买那本书。二种，你喜欢喝哪种茶？三，铅笔。 笔，你要哪种笔？我要铅笔。四，怎么样？台湾的珍珠奶茶怎么样？五，东西，你要买什么东西？六。 知。我有两支铅笔。七块八钱，一支笔几块钱？元，这本书八十元。九。 便宜，贵。这种蛋糕很贵吗？是啊，这种蛋糕不便宜。十，颜色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十一，红色。红。 十二，白色，白。你喜欢红色的笔吗？我喜欢白的。十三，都。红色的花，白色的花，都很漂亮。十四。 好看，这朵花很好看。那个学生很好看。十五，常常，我们常常一起去图书馆。十六，穿。十七，衣服。 件，这件衣服的颜色很漂亮。语法，语法一，这、那、哪，这一种笔，那两本书。 哪十个人？一，你喜欢喝哪种茶？我喜欢喝这种茶。二，这四支笔怎么样？这四支笔很好看。三，这两本中文书。 很新吗？一本很新，一本不新。语法二的便宜的东西。一，他是一个快乐的孩子。二，李太太有三个可爱的孩子。 三，我喜欢漂亮的花。新书。一，你有几个好朋友？二，我要买一个小蛋糕。三。 他是我们的新同学。大的一，你们要买哪个蛋糕？他要买大的，我要买小的。二，你要买哪件衣服？ 我要买便宜的，不要买贵的。三你想买哪朵花？我想买那朵漂亮的。语法三，都，我们都买笔。这两个颜色都很好看。 一，这两件衣服都很漂亮。二，我们都不要去他家。三，他们都喜欢喝珍珠奶茶吗？短文：有美的生日，今天。 是尤美的生日，他请我、钟明和国安一起去他家玩。我们送尤美花两本中文书、两只可爱的小铅笔和一个大蛋糕。他很喜欢这些礼物。 尤美请我们吃点心和水果，大家都很开心。生词一，请他请我去他家玩，我请他喝台湾茶。二玩。 我今天晚上要去同学家玩。三，这些，这些，那些，那些，这些是中文书，那些是英文书。四，点心。 甜点，甜甜的点心叫甜点。五，开心，他今天很开心。